想走我也走，我送阿妹到桥头。什么？哎哎，错了错了啊，没错啊，台词错了，没有啊，我送阿哥到桥头，我送阿妹。哎，你怎么送阿妹啊？大家也许还不知道啊，我和小阿妹正在热恋之中啊。这我知道啊，可因为工作需要，她马上就要离开我，一别就是几年，我能不送送她吗？哦，啊，你是想用这支歌来抒发你惜别的心情？哎，啊，那你送阿妹吧。阿妹是个好青年，是理想送难分手。难分手，一到这岁数是难舍难分的。啊，天上云追月啊，天上还有云彩，地下风吹柳，嗯，地下还刮着小风，嗯，月亮和月亮里歇歇脚，月亮地儿多合适。什么叫合适？丢点什么东西它都好找啊。我俩话儿没说够，没说够就说吧，没说够。怎么变了调了？你至于这么伤心吗？没法不伤心啊！感情你结婚了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。这什么词儿这是？啊！你要舍不得你就别让他去了。不让他去？哎，男子汉大丈夫能拉人家后腿吗？还得让他去呀。啊，让他去。嗯，他走了我一人找谁去？你找我来吧。就我心情不好受啊。哎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哎，记得我们俩分别的那一刻啊，那个场景太激动人了。是，那能想象得到。嗯，你们俩人是依依惜别，对，恋恋不舍，是，拉拉扯扯，黏黏糊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 我怎么知道？我那岁数，我没赶上过这时候。你说说你们怎么分别的吧？当时这么多人。真不好意思的。那就不好意思了，你怎么好意思干来的？我干什么？可以肯定你们俩分别的时候啊，有这个没有？你偷看来着？我还用偷看？年轻人都有这个。我们可是在机场大厅告的别。从机场大厅啊，公共汽车上有时候还这个呢。那个别的，个别的，这你就不懂了啊。此时此刻我们是情思如缕，万般无奈，嗯，千般事儿涌心头，万句话儿难开口，此处无声胜有声啊。他深情地望着我啊，我久久凝视着他。嗯，他不作声，我也不说话。看来要动真格的了啊。我看了看四周没人啊，悄悄走上前，凑上去轻轻地对着他。怎么样？唱了一支歌。嗨，等了半天就唱一支歌啊。唱的什么歌？轻轻的我将离开你，嗯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，嗯，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。对，劝劝他。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，嗯，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。虽然迎着风啊，虽然下着雨，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。这感情多好啊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嗯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好，没有我的岁月里，嗯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他那头你教我得了。不教你。我照顾他呀。你问
光，何时能相聚？我这心里头也没底，没底啊！不是在此时啊，不知在何时。我想大约会是在什么时候？冬季。你赶上搬那个储存白菜就行了。谁呀？冬季干嘛呀？刚才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干完了之后怎么样啊？小贝心情格外激动啊啊！他的心儿在呼唤，他的手儿在颤抖。对啊，爱情力量促使他猛扑到我的面前。他壮了壮胆子，轻启他那美丽动人的小嘴唇，甜甜蜜蜜的对着我。怎么样？他也唱了一支歌。这没有正格的，这是里头。唱的什么歌？在分别的那一瞬间啊，让我再看你一眼，也就过过眼瘾了。不知何时才能相见，不知何时回到你身边。那哪儿？让我再看你一眼，想眼了，看你那流满泪水的脸，让我再看你一眼，爱一眼少一眼，我要把你记在心间。你把它吞在肚子里头，那也没用啊！那也表达不了我们这个心情啊！怎么样呢？我是心潮澎湃啊，热血沸腾啊！爱情是甜蜜的，可离别却如此痛苦。我望着即将离别的他，不顾周围一切，展开我的臂膀，充满爱恋，充满激情，充满信任，我无比圣洁的给他什么？又唱了一支歌。是一到关键地方他就转镜头啊啊！您也甭等着了，没戏了啊！你说要唱什么歌？大哥阿妹情意长楼，好似那流水日夜香，流水有时日夜有急，阿妹呀、你永在我的身旁。唱完了又怎么样呢？小阿妹两眼饱含热泪啊，紧紧攥着我的双手，实实在在大大方方，无比深情。又唱一支歌，不错，唱什么歌？对了啊。你送我送到小村外，有句话儿要交代、虽然已是百花开，你看那地灯路边的野花、你不要采，不采白不采、就那边这也不是我的主意，胡同那孩子教我呀。记住我的情，记住我的爱，记住有人天天在等待，你在等着我回来，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。我明白了，他所以唱这支歌啊，就是怕你把他给忘了。我能忘得了吗？忘不了了。我们这是什么时候？俄了军德的时候。你有句好形容词吗？飞机马上就要飞了，是啊，你们得抓紧时间告别，你们得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我不能再犹豫了、啊，我不能再彷徨了，我不能再等待了，我不能失去了最后的机会了。啊、我扒开人群冲上前去，在千万的眼睛注视之下，勇敢大胆的。行啊！哎呀，这汽水够凉的呀！喝汽水了。